新朋友注意听，啊，咱老朋友吼，咱搁复习一摆。那一个月内面哦，这老伙仔若过身哦，庄家庄家，大家拢赚无。啊，若超过一个月吼，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吼，上少上少，搁再赔个三倍。啊，这李先生吼，骨癌的尾期啊，啊，医生建议吼，未超过三个月，这是足好投资机会。啊，看各位有啥物想法。其实《心魔》这部戏代表现在目前台湾社会都很多的观感卡在里面，就是因为金钱超过了一切，金钱超过了友情，金钱超过了心情，可是这种东西来说是对社会上来讲是错误。当初陈生带你来找我的时候，龙哥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？同意书你也签了。因为刚好开拍前我家人住院，然后刚好是旁左右两边都是快要走的中风病人，然后上一层楼是癌症病患，然后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趁机做了一次的功课。那因为戏中有折纸莲花，所以我特别有折纸莲花，所以在戏里面的那座纸莲花是我自己折的，这样子。我要爆料喜翔大哥，噔噔，喜翔大哥其实他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呢有一场戏他很可怜，因为他要吃坏掉的鸭血。然后因为那个是其中一场戏，就是我们到最后就是讲吃肉啊，然后就是很就是嘴巴都是血。然后因为那个戏拍了很久，然后室内非常闷，所以那个食物是一开始是正常，到后面拍到那个特写拍到要吃的时候就已经坏掉了。然后他就拍就是说那我们只来一次哦，一次 OK， 然后他就出去外面吐了。我吃那个收掉的东西，那真的是好臭哦！三天看到便当就吐。被你见到鬼了！轩轩，一切都会好转的。